好多女士都會有包包面的問題，今天就教你穴位按壓的方法去改善面型。第一個穴位是颊车穴，可以改善咀嚼肌发达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连续按20下，第二个穴位是下关穴，就会在耳屏前面的位置，改善面部的肥肿，可以连续按20下。第三个穴位地仓穴，位置就会是瞳孔对落，嘴角对开，可以改善嘴角下垂的问题，连住按20下。